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换上 V 到看不到终点的超辣造型，张惠妹经典情歌环节让全场沉醉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飙唱经典作品《人质》，阿妹高雄巨蛋第七场演唱会瞬间也变万名歌迷们的 KTV， 台下众星云集。你们知道谁了吗？陶喆，还有旁边这位呢，我就有一点害怕。介绍到场的艺人好友，只是阿妹讲到这位，全场超级带，谜底揭晓是小 S。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跟工作人员讲说，不要给他麦克风。你看，没有麦克风还可以这样哎。或许就是要展现自称国际巨星没有麦克风还能即兴的实力。小 S 最后自带 fade out 笑翻众人，除了高雄，在台北小巨蛋的告五人嘉宾同样大咖到爆。你们可能是骗子吧？那个演唱会，是那个精彩度，那个稳定度，是，对啊。就觉得你们肯定在几百年前就在小巨蛋开过演唱会。告五人开唱，师兄五月天到场助阵，大大夸奖了一番。确实，他们首次唱进小巨蛋，两场门票秒杀，创下好成绩，让所有哈瓜感受现场实力。TVBS 新闻高子姚宏提讯，高雄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